到媒体对作曲家钱雷的采访，采访中谈到了他与歌手周深之间的情谊。钱雷是近些年来最有才华的顶级作曲人之一，作为一名80后作曲家，连续创作了多首火热的爆款歌曲。可能跟我共同成长的，比如说周深、周小深同学，对音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，超级高，自己还学编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干一行爱一行，钻一行精一行，尊重这个和敬畏这个行业。其实就像花开忘忧一样，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，其实他不是为任何一个东西而做的，他也不是专辑，也不是 OST， 就单单纯纯的一首歌，一种感觉。我就喜欢跟这样的歌手一起合作，一起成长，一起走下去，一起突破安全区，一起去创造更多不一样的音乐。在钱雷作曲的金曲中，有不少都是为周深创作的，比如《大鱼》《光亮》《有我》《花开忘忧》等脍炙人口的歌曲。见你我都老了，那永恒没骗我，离散也没有在另外时空。如果每一声再见会开启一个新的空间，每座时空偶尔的重叠。你好吗，离开的人啊，形容明天像我一样乘风破衣，有锋芒有梦则刚，居然如何登场有中。《大鱼》是周深最有代表性的经典歌曲之一，发表于2016年5月，在钱雷和周深之间早就建立了多年的友谊，可谓相伴相长。这些年里，钱雷的作曲事业上了几层楼，而周深的歌唱事业也在2022年达到了新的高峰。正如钱雷所说，两人一起成长，一起突破安全区，去探索新的歌曲风格和领域。从他的话里不难听出，他对周深对待每一首歌的超高要求的态度是多么的欣赏，他们相互成就，相互欣赏。从钱雷的访谈中，我们印证了已经足够优秀的周深是如何继续努力的，这体现在他针对每一首歌曲和每一次舞台的认真、执着和完美的态度上。他真的唱得很好，因为他当时录 MV 的时候，他是在那唱的，就没对嘴，所以我在那听到他唱的，牛逼，真的唱得很好。来听听看拍摄现场，不说的话还以为是放的 CD 呢。很多人不要说录 MV 了，连上台演出都对口型假唱，对比之下周深真的太难得了。然后周深呢，他每一条为了让自己的状态非常饱满，他是从头唱到尾，他是唯一一个在拍摄前通过经纪人来跟导演跟我们沟通，就是要求我一定要真唱，就是拍 MV 哦，这还不是说演出，就是拍 MV 的时候，他说我一定要真正的唱出来，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情绪、我的面部、我的身体才是真正的演唱的状态。我给周深写歌， 对他值得，他真的对，就是给他录音的时候，他唱的跟电视上唱的一模一样，不需要修，完全不需要。这些年他在戏腔、粤语、唱法等上面都有着明显的进步，而钱雷还透露周深自学编曲，再加上周深已做过多次歌曲制作人的身份，对于未来周深肯定会深度参与到歌曲的创作中，我们也非常期待。再说回来，对于周深对作品的不断打磨的态度，很多专业领域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感慨。电影《白蛇青蛇崛起》的音乐总监郭好为，作为该影片主题曲《问花》的作曲人，他谈到和周深的合作时，对于周深反复打磨歌曲到凌晨2点还不罢休的态度，甚至感到害怕。可见周深对于一首歌的执着和打磨是多么苛刻。和光同春的作曲人谭盾在与周深合作的过程中，也称赞周深为了演绎好歌曲，提前做好天衣无缝的准备的态度，
称此对待作品的态度就是艺术家。周深为国家宝藏演唱的致敬曲《威风吟》，据他自己解释，为了追求高标准高质量，他对这首歌曲进行了28次的改版。而另据参与该制作歌曲的人透露，改版的次数其实不止28次。如此精益求精的态度着实让人敬佩。很多与周深合作过的专业人士都曾表露过，他们和周深合作很愉快，感叹于周深对待歌曲和舞台的认真和执着。尽管他在事业上已经如此优秀，但依然初心不改，对待事业孜孜不倦，努力不断。周深一个对作品高要求的歌手，因为喜欢所以坚持，因为热爱所以专一，因为专业所以才成绩斐然。一个个合作伙伴的评价就是对歌手最好的肯定，一首首经典歌曲的产生就是对歌手最好的回馈。因为有你，我们有幸遇见，谢谢终身美丽。立起来，肯扶起来，面朝大海，中国春暖花开。咱就是说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在领唱这方面你真的可以相信周深，他能与儿童合唱团一起演唱。也曾和平均年龄75.5岁的清华合唱团以及杨洪基老师一起演唱。时空再相逢，你转过身之前的那个笑容我都懂。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一起演唱，伴奏的是钢琴大师郎朗。与海外留学生连线合唱。不害怕，青春是你的家，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